啊，三哥哥说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世乒赛啊，女团的冠军啊，看看这次孙颖莎怎么说啊？绝对席位，那没毛病。非常开心啊！这个冠军我觉得也不属于我们五个人，甚至马导，我觉得整个属于中国乒乓球队吧。啊，说的非常不错啊！献给我们中国足球，还有我们球迷呢。球迷，感谢马哥心驰德福，大梦哭了，是吗？明天男队早点播，那时候来都晚啊！行行，明天我早点开。是我就正好肯定科某上，知道吗？可以说啊，孙颖莎今天说的非常好，尽显大气风范啊，说这个冠军呢是献给了我们所有的球员，不光是马导的啊。这边是翻译错了啊。沙棘回讲话，啊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！压力太大，赢了哭了。大梦是这个心态。可以说，感谢中国女队为中国队获得一个宝贵的冠军，还是战胜了小日本，特别是最后一局惊心动魄的胜利。感谢大家 ，OK 了没？打得真棒啊！